其實我都是一個很喜歡運動的人，我自己是玩很多球類運動，是很喜歡 compete， 很喜歡比賽，那我是很享受比賽的過程。我覺得香港現在是很缺乏在一個所謂格鬥的層面上面，一些不要說公平，但是一個 platform， 一個 common platform 可以讓大家去比賽是基本上沒有的。即等於你說很多人喜歡踢球，但你沒有一個聯賽，你沒有說 ABCDE 組甲乙丙丁組先，你連一個比賽的 regular 比賽的地方或者一個比賽的 online session 都沒有的話，那些人很難去玩的。那我是很想看到年輕人可以去比賽，可以在一個地方讓他去贏，讓他去輸。所以我們不只是為了 promote 一個 champion 或者幾個 champion， 我們不只是為了一兩個人一兩個 champ 出了名就是為我們目的，我們只是想多些人可以參與，最好香港就是可以有甲乙丙丁組的 MMA 聯賽，這個就是我們最想見到的事。同一時間，亦都好希望見到好多支持嘅人出嚟。佢自己未必打拳好叻，佢自己未必中意打拳，但系佢可能好支持呢種咁嘅體育精神。因為你冇睇打拳，其實打拳嗰個毅力同埋嗰個意志，我相信比足球、網球係更加強。因為你行出去，你真係痛嘅，你唔係講笑嘅。咁所以嗰個毅力好重要標榜。咁有如果有啲人去睇呢啲咁嘅運動，佢唔好純粹為咗達雅嘅所謂 entertainment， 即係話佢打到佢爆曬光啦，好開心啦。佢係真係好尊重呢啲人咁辛苦去打去贏。咁我係好中意見到個觀眾入嚟可以感受到，而佢係認同呢樣嘢。我相信佢認同咗之後，其實佢個人本身對好多做嘢嘅睇法都會唔同咗。我相信令個世界係會好咗。